们现在在飞机上面，然后要看看我的小伙伴现在在干嘛呢？哒哒哒，吃的什么？面条，我不吃肉，都撑出来了。不吃肉？哎，可以给我啊。当然了，挺干净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用一下。你要不要？现在要吃吗？不吃。哎，这么爱吃肉啊？你要吃辣的吗？我什么都吃，不挑食。使劲啊！就是我爱吃的，你爱吃，我也会让给你的。对啊。这个吗？可以吃吗？吃吧。谢谢。嗯。够吗？我还点了一份牛排。你呢？我们俩超合拍。嗯。我们俩吃的完全一模一样，是不是？但他会抢我的吃的。但他有吃的，他也会分给我。他买了好多我喜欢吃的东西。完全口味一模一样。